Hello，等我一下，我调个位置。哎呀，因为我想要充电。你们好啊。Hello，今天是刘海有点丑的张玉玲。现在是什么刘海？哼，现在短了，再近一点。公司直播呀，因为待会有事情，今天早上有事情，然后待会有事情，所以就直接在公司播咯。午安，我们来用昨天得到的特效。我忘记我说我要穿的跟它很搭，结果今天完全不搭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下次可以再领一次这个特效吗？大家允许吗？请问？但昨天没有坐在果果家，我们今天就播个一个小时哦 ，OK。待会我们要讨论东西了。我今天可爱吗？说不出口。这个灯光一言难尽吗？还可以。然后今天可能会很安静，你会在现场抽吧？嗯，待会就知道了，待会就知道了呀。看起来蛮适合吗？你说配这个吗？确认呢？嗯，下一次再要一次这个，可以吗？它很漂亮，但是不适合今天。怎么会有问到尴尬的问题？好，什么刚刚？噔噔，在公司直播就把酒，谁说的？我说不定待会是有其他事情，我是刚刚就来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今天可以好好分享那个。前几天的事情，好玩的、好看的电影很好看，大家要记得去电影院刷一波。我觉得那个《变身少女》也可以去看，是好看的。声音不好可以跟你抱怨的吗？哼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只负责抽，如果是我抽的话。还有害羞的问题啊、哦，对，害羞，在公司直播也是很害羞。我回归刘海，就是昨天突然想剪一下，但是好像有点失败，所以没关系，等它长长。我们。今天可以聊那个，我昨天直播在发疯哎，有感受到吗？昨天直播在发疯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我刚刚来公司，就前面没事嘛，然后我就在看之前的照片，因为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姐姐，她就是有留档案，就是从一开始到
现在的答案都有，然后就在看，好青涩哦，有一点，就是，哇哦，好久了，只能看果果被你欺负，哪有我那样欺负他？我对他那么好，梅根发疯的直播，哪有？还好你也想看，你说那个影片吗？我有很多影片可以看，但你们应该也有很多青色的柠檬，不是这个，反正就是，对，从最最最一开始台演的时候也是，看了就觉得，哦，哇，后来有回家了，黑黑的张飞开始，对啊 ，Jack 应该看了很多，都在 Jack 的回忆里面，有很多黑黑的张雨林，就是觉得很像没有待很久，因为。其实我也没干嘛嘛。今天通吃这些的，为什么一定要洗牙？因为我没有照片可以用。对，我还没有发布拉格的照片，烦死了。我原本一直想说，要发，然后就忘记。我昨天有分享过这一串，再给你们看一次，再分享一次，好看吗？很喜欢这个配色，萨库拉的配色，硬要萨库拉的配色，只能线上哦，演唱会要来看哦，演唱会是很重要的。一场活动，十五岁的我在干嘛？已经 TP 了吗？烦死了！我的巅峰绝对不是那时候，我在想我的巅峰可能是我29岁的时候，开玩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抢得到票当然现场要来哟，要来哟。你在家里吹冷气怎么可以这样子，这么重要的活动，演唱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，回电话给你什么意思？当时要看，现在真的变漂亮。怎么这一句话想要说什么？变很多倒是真的。我发现我的指甲自己磨成圆的，好厉害哦！断光光。从一开始。好蠢，背景在公司，没错。反正呢，你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去，谁说的？你只要举我的扇子，我就会看到你的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你要自己做，因为你举扇子，我也认不出来我自己是哪一个。亲爱的晨晨。我跟晨晨明明就完全不一样。对，我在公司。边遛狗吗？对。演唱会要来哟，真的要来哟。你
因为要带自己做的扇子，像是你看孝贤的就很好认，就是要跟人家长得不一样，不然每次举应援扇就会看很久，我想说那是谁啊？是我，对自己都认不出来，已经快要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，一直埋伏笔，你怕？为什么要怕？要来哦！很有趣啊，因为跳的歌，好期待哟、哦！被发现，算了吧你，你就怕哦，要来哦！不要害怕，有点小卡。对啊，公司的网络一如既往的烂。只要在公司播了，不是啊，后就懒得回家没。想说就是这样子，认不得自己会啊，因为我的发色不是一直在变嘛。哎，我有时候看到我自己跟在那个扇子是算是公司照嘛，想说谁啊？是我。这样想就不对了，希兰，要来。上一次先、啊、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这个很伤心耶，这个，哇哦，看你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后来是什么？可能就多看几次。就会比较好认，有没有可能我是认人？啊，今年十月哇，只能看默剧。OK、也是在 TP 累积了很多的东西呢，不是，是在 AKB Group。累积了很多东西，握手很低，还被人好，你在跟我开玩笑，谢谢孝贤，谢谢，认你牌牌，认你想想，你有什么好认的？你就是一看就哎 Sparky 这样，没有要认人或是认你牌牌啊。我们不是偷摸打击吗？谢谢孝贤票票。睡公司，我上一次睡公司是某一次拍 MV 的时候，忘记是什么时候的。存着你亲前辈，亲前辈的影片干嘛要存着？亲前辈的影片就在 IG 呀、啊。分名字那边不会比较好认哦，有可能，但是不要。那你们生日会回来吗？你们这次的生日会回来吗？这还是你哪一次没有被我发现，我就问，我就会抓这种。认得你吗？认得呀，怎么就不认得？新翻译一个不是啊、哦？昨天和果果出去玩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昨天我们是我早上陪小山美玲，就是因为她生日嘛，就跟她一起出去，然后我们就去按摩，因为呢我一直很想要去按摩，然后她也想要去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想不到要去哪里，所以就去按摩，然后后来带她去吃饭，就这样。然后就去找郭欣，然后我们中间有个工作，然后才回家直播。对，没错。
原来云在，云在。对，跟他在一起就特别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很开心。哪一种按摩？是我们去的是泰式油压，好舒服但好痛，很酸爽。而且他最后，我好喜欢他帮我拉筋，因为他们会拉腰嘛。然后那个就是很久没有这样子拉，那个是之前就是还在学跳舞的时候，还在练芭蕾、民族、现代那种的时候才会那样子拉腰。然后他昨天就帮我拉，就哦很舒服。然后他说哦好软，很好笑。不是脚底按摩，我不太敢脚底按摩，因为我觉得会很痛。然后我原本很期待他按完之后他会说，哎，你的身体感觉哪里不太好，可是那个好像是脚底按摩才会有这件事情。对，所以就，但脚底按摩他昨天有按脚底啊，然后我他一按超级痛，我就抽掉。他一直在笑我，因为我就很痛很酸嘛，然后就一直鬼吼鬼叫。我有尽量忍住，但是有的时候就会看到我的手这样翘起来什么之类的。只要看到果果跟云林派是吗？不会去神啊？怎么可以要来啊？好吧，没关系。喜欢看我们这样玩，播一个小时而已，不到六点半。美玲跟你谁叫比较惨？绝对是我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按，然后我要练跳舞嘛，所以就是全身的肌肉全部都是结在一起的。然后他就说，每个人只要帮我按摩，他们都会说我很紧，就是整个全部都是超级紧绷那种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按摩过，我都是帮别人按，我很会按摩，你的很好。表示身体比较虚弱，才不是嘞，就是比较少按而已。我的身体很强壮，好吧，我到现在还没确诊呢。但反正那个帮我按的那个，就一直在笑我，因为一直跟他讲酸很酸，然后就不敢叫太大声。在公司直播害我讲话很温柔的感觉，跟昨天不是同一个人，对吧？不是同一个人。外面有下雨吗？有，刚刚有，蛮大的。但我依然没有带伞出门。荷包大失血。哼，去国外回来，超级天选择。也没有吧，等你抽选是你吗？待会就知道了。走鹅卵石，哦，那种健康步道有，因为我小时候花莲的家外面就是一个公园，然后公园的周边它都有铺那个健康步道，然后就有的时候会走，可是我也不会走那个，好像没有什么感觉，可能鞋子底太厚吧。不像你太温柔了是吗？是不是今天有种声音很温柔的感觉？跟谁去年结了亲啊？哇，没抢到，有这么难抢？竟然一定要支持的，谢谢你们。在果果进来就在公司一样会很温柔啦，真的，真的啦，相信我。哼哼，今天气质多了。哎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还是有温柔的时候，好不好？比如说现在，讲话我也是可以很温柔的。蛮强的，真的。
你以后都在公司部才不要嘞，这个不是原本的我。这个不是原本的我。嗯，现在很温柔啊，我最爱你，看看看看是不是。现在安静到很适合用那种 ASMR 是吗？我讲错吗？看来很温柔，一如既往的笨，温柔没有影响脑子。我想睡觉，就带过进来可以问，才没太安静不习惯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就希望一起上演唱会一定要抢到，加油！网络比较差，有 WiFi， 只是我忘记密码了。今天脸还是一样大，那不是废话吗？我总不可能一夕之间脸变小吧？除非我瘦脸再开大一点。这家播也不是原本的你，毕竟你是乖宝宝，不会人前说坏话。说没事，讲到好像我平常都在说人家坏话一样。我在直播的时候，躲在更衣间。你说公司吗？在公司的更衣间直播 ？What？ 哈？有这种？你不要吵啦，不想跟你聊天。这应该是参加一下，明天抢票。你说演唱会吗？还是什么？手牵手呢？大家手牵手会来吗？这个月有我。他躲在，是哦，他躲在更衣间直播。哼。演唱会的话，演唱会的话，哎，我忘记哪一场，两场都挺好的，两场，期限内没有填资料，大家有人解答吗？七月批全餐，呜、哦。谢谢小贤的猪猪你。为什么现在变成云了？会哭到泣不成声吗？会，一定会。不知道在哭什么，但是就是会哭。饭水偶像不是这样用的吗？礼拜五，嗯。三千五折，傻眼！不能这样想，大姐，这个想法是不对的，真的，相信我，这个想法不对。我都这样说了，你们还不来？真的要来？笑死！
需要别人搀扶。笑死！是几岁开的？你哪里来的想法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期待哦。有提供卫生纸吗？你应该会需要。现场可以提供一下。回归团队里，我快笑死！怎么可能？哦，对，好像也只能回归了。哦，也不一定啊。啊。且盼且珍惜。难道说你要在八月前临时宣布毕业？哦，哦，嗯，该给什么回应呢？请问，嗯？怎么样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哎，这个是我在猫咪的店获得的可爱杯套，超可爱的，真的好可爱！怎么可以画得这么好？真的好厉害！po文是你。是最让你难过的，为什么？他破了什么？是因为有什么好声明的？为什么要声明？我又没有说，我说了什么吗？我说了什么吗？虽然很想跟我吃饭，但是你给我留下，为什么？说个理由来听听。套话，套话，为什么？我的也不在。那会是哦，都在里面做什么？该不会只有亲亲吧？什么叫该不会只有亲亲？亲亲已经是很多了，你不然你想要我们做什么？哦。很想跟你吃饭，好，好，回归单腿或许是好事。要九年了，别说了，听起来好老。要九年了，好好笑。什么意思？在摩天轮里面聊偶像的酸甜苦辣，那个不用在摩天轮里面聊啊，那个何时何地都可以聊。昨天没有亲，对啦，怎样？我们刚刚不是在看回顾影回顾的照片吗？然后那个时候去，我们有一套神鞋是在日本拍的，然后那个里面就有我要亲郭馨予的照片。我想说啊，原来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百货公司说是有钱人住，对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是什么看起来像有钱人住的地方？然后就看到里面有溜冰场，就是那个新开的百货公司，蛮漂亮的。聊公司坏话，果果原来是最早受害者吗？很好笑，我那时候出国都跟郭馨予一起住，然后我还很有印象，有一次他的东西掉到床底下，然后我就拍了一张他屁股翘着的照片，
但我忘记那个照片在哪里，但反正就是拍了，就很好笑。在 AKB 待超过10年，要干嘛？办个10周年？我才不会有10周年纪念，谁要理我？就说你是乖乖牌子，我不会说好好的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比我会说啊。你们知道比较多事情，我都不知道。屁股翘出去，他在找东西啦，他在地板上找东西，他在找床底下的东西，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在帮他找，但是就是拍了他的照片，很好笑。知道啊，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好像被骂，就是我们去日本有一次被骂，因为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我们就迟到，然后就被骂，因为迟到很不好嘛，然后吓死我们了。他的屁屁有说话吗？没有。好笑，找不到那个图了啦。然后我还记得，就是 AKB 的那个日本公司那边附近的鲷鱼烧很好吃。我们刚才看到跟鲷鱼烧店的合照，那里很好吃。找人重现，新闻八卦都是这样，是哦。说了也没差，反正小偶像都想的，我叫他放给你闻。但是还是这，笑死！没有学会，没有学到教训。没有，我也回家。嗯哼，快睡着了。明天是6月30，然后就要7月了耶。哇，晚餐点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吃晚餐。但我们今天下午去吃了寿司，中午去吃了寿司。Hello， 想再去 AKB 全看，我已经对那里没有遗憾了。我在那边上面跳过舞了，我就觉得很厉害了。在那个上面跳过舞已经很厉害了，就还可以。吃了多少盘？我只吃了200块，吃了一个茶碗蒸，然后3个的寿司。哎，变回白天班了。怎么可能吃20盘？寿司很饱哎！大家不要看我的脸很肉，我其实食量没有很大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也跳过真的很惨，现在都只能去惨。那个舞台是真的厉害，会动的舞台，有趣。烦死了，
总机姐姐的声音很好听。啊？刚刚吗？哈？我就忘记。大家有去看蜘蛛人吗？听说很好看耶，在犹豫要不要去看。没那么，你又知道了。不要吵，换一个话题。成员有参与企划吗？这是可以分享的吗？算是有，嘿，读过谁哦？小时候，是的，啊，对，哦，这好像也不能分享，好，没事，原本想讲点什么，但好像就这样。怎么样吗？那个粉红色的很漂亮，虽然我还没有看内容，但是觉得它很好看。为什么今天要带化妆品出门？我突然看到我的包包里面有我的化妆品。对，为什么要带出门呢？轻食店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呀。推荐你们鸡蛋糕，鸡蛋糕是真的好吃。但他奶酪有送一个杯子，很可爱，超级可爱。然后店很疗愈，对，因为它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猫咪，然后。有很多造型的猫咪画画啊什么之类的，可以拍照。然后它的那个商店也不贵，其实，所以可以去。是为了拍照才点这么多？我们有五个人哎，也是为了拍照啦。然后最后就剩阿姨一个人。很努力的把它们吃完，一兰好吃，但一兰不算是我最喜欢的拉面店，可是很常去，没有很常去吃，后来比较常去吃是因为跟郭新人吧，啊，好像也不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只去过四五次嘛，比较少，没有到很常去了。一兰很棒，或是，可是反正我就是很喜欢吃拉面那些东西。当然包厢，你也可以帮你吃。单人包厢也不算是单人包厢，就是你还是会看不到你旁边的人。但是，对，所以你跟朋友一起去吃的话，觉得很难聊天，因为它中间都有隔板。耳环特效，现实有卖的话，可能也不常带出门，一直狂排队。不会啊，你要挑对时间去，离峰时期就没有那么好，没有那么需要排队。行了吗？谢谢吉米总，不太适合意大利。对啊，不单纯是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还是最爱。我们昨天去吃的意大利面很好吃，它叫做 Thank you， 是这样念吗？反正就是我昨天 tag 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它的意大利面很好吃，而且它的造型还蛮奇特的，
是货柜屋哦，然后还可以做小吊饰。我蛮喜欢吃面的呀，没有，我蛮喜欢吃的，都爱，好不好？根本就没得挑。平日下午跟半夜，对，真的是半夜，而且要那种凌晨可能两点，你就几乎不用排队。凌晨两点有可能还有人，可能三四点，你当早餐吃也不会有人。跟面去吃面，是的哟。这有什么好说的？对，跟面一起去吃面。然后呢？我还做了什么？是不是放暑假你跟成员的互动多些？不是，是因为最近就是刚好有事情才会一起出去。正在等雨婷才能回家。雨婷是谁？好，没事。早餐你知道要一兰拉面，我是没有试过了。但那个时候就是不用排队哦。放暑假其实只是因为最近事情比较多吧，答应给雨婷，雨婷是你啊？你的中文名字叫雨婷吗？陪妈妈吃饭。没捷运要自己骑车，对。雨婷这么，发现最近很喜欢小怪兽，没有播到半，播到六点半。最近。一直在拿小怪兽的东西，我昨天也差点要拿一个小怪兽，但我发现在虾皮上面买比较便宜，所以我就没有用。没遇过雨婷，小怪兽。可是我喜欢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小怪兽，但是夹到的这个也很可爱。6:30。快要下播了，雨婷啊，这么突然，这么突然吗？没有，我有分享过吗？我有一个同学，两个同学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一个叫雨婷，一个叫雨宁。然后每次都听不懂老师在叫谁，因为我们三个有一之前好像座位排在一起吧，每次老师叫我们就说哈，因为他们也姓张，所以不管讲全名还是只讲后面两个字都听不懂，听不清楚。从果果那边看一只就好了。就小怪兽吗？他哪有小怪兽？三胞胎，并不是有三个，对，很酷。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双胞胎，就是长得一模一样没。但我，他们两个很高，我有点矮，啊，我很矮，不是有一点，是很，所以
很好笑，伶俐，没有，他是宁，呢伊恩宁。所以 IG 呢，我怎么知道那是国小同学？双胞胎证吗？我也就忘记了，我只记得就是会被搞混，我也忘记是哪一个字。每一次都，然后想说谁在叫谁，哪一个？可是诗源跟诗雅就是其实分得蛮清楚，但是婷、林、宁，就是你远一点听，你就会听不懂他在叫什么。有听过？哼，完全重点错误。是一个蛮有趣的经验，对吧？但还好，林这个字不算是很常见，我觉得。没有想过改名吗？有，因为好像说雨林这两个字很轻，就是不知道是就是不是也有那种算命的东西，然后反正就是好像这两个字很轻，应该要改一个比较稳一点的，我不知道，没懂。但我也没改，因为就还好吧，也习惯这个名字。徐文宁，对，好像是，也很厉害，让我想起来了，对，是这个宁。哼哼，反正就是没有什么特别。名字很不正，哈哈，烦死了！这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请问，是说八字吧？不是八字，八字是出生。因为之前就是有那种妇女会，然后他们就有算命班。是否喜欢这个名字？挺不错的，雨林。蛮好记的，我现在自我介绍都说可以记热带雨林比较好记，大家就很哦，雨林这样子，被雨淋到也是。最近会想染别的发色吗？我蛮喜欢这个发色的，其实，可是我觉得可以再奶茶色一点。所以好像不是八字情，就算看不到 ghost， 世界上还是很多 ghost。不能乱给八字，名字跟八字有差吗？你们想看我染什么发色吗？最近就是。一直被烧到，就像那个去布拉格的时候也是，然后上次看电影的时候也是，红发好好看哦，我就觉得哦，好想再留一次红发，可是漂过的头发留红发就是会变得像有某一段时期的我，就是很亮色的红，就好像不用到那么红其实。可是我每次染头发都在不对的时间，就像我冬天的时候染了红色，结果夏天
弄成更浅的颜色，就是应该反过来就会刚刚好，但我也不知道，就刚好就是染了相反的颜色。性的部分，粉丝要竞争一下，好。布拉格广场，我知道，我去过。你也爱红发，深一点，我也想要深一点的红，但是深一点的红就变成我的底色应该要是黑粉。会比较好看的红，对，但因为你看我现在就是漂了太多次，所以要等黑发长长也是很久，所以红发真的太美。可是红发还有一个点是不好搭衣服，倒是真的，嗯，口哈那种，不是，是我自己的头发，我自己有染过我想要的红。染个深色过渡一下，我有想过，但是我喜欢浅色头发，浅蓝色发色，哦，老了是灰色好不好？哪会是浅蓝色啊？粉红姐姐染过，而且你不是染，对啊，就是想要再染一次，很难得会想要再染一次，而且很难得我舍不得那个发色。你入赘？咦？哎？笑死！什么跟什么？搭衣服比较没有限制，对。难怪你直播封面还是用浅色发色那一张，什么意思？应该要红发，可是红发没有几张我很满意的照片。我们有音乐了。好棒，红发搭衣服比较，对啊，红发很难搭衣服，红发我都喜欢穿黑色，然后穿浅色的话它会，如果你流汗它就会掉色，对。晚上凌晨没有，隔壁在上课吧应该，所以我们差不多要关播了。浅色系发色是吗？我之前一直以为我适合深色系，但是就蛮爱的，现在就很美，谢谢。但是你看我的布丁头，是真的是布丁耶，就是染浅色头发很酷的点是，浅黄色的话你就会真的变得布丁。现在有点太黄了，我都没有在顾，我也没有在护发。红色挺喜欢，可是红色真的很麻烦，你是连睡觉如果头发没有吹干，你的枕头就会变红色的。回到家几点忘记了，11点，不对，12点吧，可能吧。抹唇什么东西，截图时间吗？会，因为是这个特效，喜欢这个特效。我们先念榜好了，如何？念榜咯，回归黑发，没有考虑，完全没有。还是有啦，可是你知道我不是前阵子我买了一顶假发，然后是黑色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戴起来超奇怪的。所以不知道，可能是我不习惯，太久没看到自己黑色，不就吓死，不会，大概是粉红色的汁。好，我要先念吧。OK，
第十名是没有人耶。好，第九名是剑骨蟹，剑骨。第八名是天佑蟹，天佑。第七名是韩吉，谢谢韩吉。第六名是中影蟹，中影。第五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四名是玉，谢谢玉。第三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第二名是 Sparky， 谢谢 Sparky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嘿嘿 ，OK。带看，下次直播带那个吗？天哪，你当第十名吗？第十名是阿鹏鹏，谢谢阿鹏鹏，好好笑，谢谢。截图虽然有点不大，我们下一次再拿一次这个好不好？OK， 加吧，太久太久。星期天要播？为什么要播？为什么星期天要播？我有排吗？没有吧。昨天播过了。昨天播过了。深V的截图，那深V，今天没有深V，今天不可以，今天是可爱风，好不好？星期日有排，是哦，我播两天了。哦，那就播啊。哎，那为什么排两天呢？所以不播。星期日要干嘛？有可能，因为我那天好像有事，但是。我再看看，对，再看看有没有空，这样好吗 ？OK， 好了，再见，打招呼，好的，好哟，谢谢，拜拜。达标是不是可以跨日播？为什么？先放告知，对的，再见大家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我才58分钟哎，好了，要播满一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好像是。那我们就继续拜拜，拜拜。我们要拜1分半，达标加一天，你说特效吗？我看一下我星期天会不会播，再告诉你们。但如果有特效的话，隔天应该也可以播，应该吧？我印象中礼拜一没有事情，说不定可以哟。脱帽看看，为什么要脱帽看看 ？Why？ 卖萌萌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吧？才不要！播好播满，好幸福啊！扮鬼脸，为什么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不要，布丁加美美特效，我不要给你看。那我用的差不多了，毕竟昨天没洗头，你又知道了，我又洗呢。我没有洗，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很晚回家吗？不管了，随便了。好了，大家再见，要下播了。被鬼缠身上，什么歪理？真的对，被踩对，没错哟。哇哦，哇哦，好了，拜拜。
谢谢你们。